就会闪耀，我要让全世界看到，梦想起航就算是风浪滔天也要大声歌唱，不怕前方有再多险阻，要为彼此护航，放手翱翔，张开翅膀，在此刻梦已无可阻挡，坚定着希望，勇往直前，梦在未来绽放。历险长城，快停下，前面危险。琳娜，我要救你，我要救你，我要离开这里。琳娜，等着我。不，我要待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欧墨子，等一下。妞妞铃，快帮忙，遵命。手到擒来。你是要做大将军的人，于是动不动就逃跑，算哪门子大将军啊？你懂什么？小心！不要靠前，听明白了没有？这位大哥，发生啥事了？这里的长城塌方了。塌方？欧墨子不是往这边来了吗？人呢？人在哪儿？工头，工头，工头，不好了，到处都找不到总督卫啊！只怕总督卫凶多吉少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工头，通知右都尉，快通知右都尉！林娜跟在后面会不会也掉下去了？阿甘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俺咋知道？快问教授去！哎呦，教授，什么事啊？林娜掉到山崖下面去了！不可能，林娜一定没事。糟糕！还好，袅袅灵妖还算有点本事，可是他们掉在什么地方了？黑漆漆的。欧墨子和毛丫头都掉着山崖了，真的吗？你们谁看见了？没错呀，欧墨子想找大人的麻烦，原本我还想派黑衣部队将他拦下呢，但不知怎么的就塌方了。这真是天妒英才呀！哎呀，左都尉年纪轻轻，本官还想好好培养他，可惜天意如此啊。没错，这都是天意呀，请大人节哀。大人，是否将此消息尽快禀报皇上？明天先布告左都尉的死讯，再平息一段时间再上报给皇上。欧墨子，谁妨碍我就是这个下场。我还活着。苏琳娜，你还好吧？我们从上面摔下来居然没有受伤。你没事啊？是袅袅灵妖。是袅袅灵妖保护了我们。漏电，它在自动修复。袅袅灵妖，你还好吧？系统修复还需要时间。
身体没事吧？你们不吵架就没事。又开始震动了，这里太不安全了。有个通道，快来！我的脚扭伤了，没法走。来，我背你，我们快走，快！阿峰，阿甘，在！一定要找到琳娜，一定要找到她。不是吧，琳娜还活着呢。教授你怎么了？表情怪怪的。别管我，悬崖下地洞，快！悬崖下？哎呀妈呀，咋老是这些苦差事啊？本集提问：传说中哭断长城的孟姜女到底有什么？扫码答题有惊喜哟！嘿嘿嘿嘿，嘿嘿嘿嘿。梦想起航那一秒，泛起我们久违的心跳。这个骄傲时刻，脸上微笑，绽放要让全世界知道。一路有你的记号，是彼此最坚强的依靠。